我们在太平洋上找到一个无人小岛，随后队员们陆续上岸。整个岛屿都是热带雨林气候，常年被泥潭沼泽覆盖。虽然环境恶劣，但这里却是本地人的宝地。海鲜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，他们用手在泥潭里试探，发现了贝壳类的海产，就把它挖出来放在一旁。大家可能感觉这海鲜来的也太容易了，但实际上这里40度的高温压得人胸口发闷，蚊虫蛭蛇更是泛滥成灾，但在本地人眼里这都是家常便饭了。我们现在呢兵分三路去在泥巴里边去挖这些贝壳类的海鲜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蚊子太多了，还有螃蟹什么的。这个铁钩是船夫的特制装备，它可以轻松地在水坑里找到螃蟹。看来我要在这个穷乡僻壤之地实现海鲜自由了。这是我的助理，我一边走道他一边帮我打蚊子。我们就这样边走边挖，两个小时后终于满载而归。我们回到岸边，本地人先洗个澡，然后清洗一下海鲜，心里盘算着今天的收益。我也要盘算一下我的收益了。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more than 15. 这整个耳朵后面脖子15个以上的包，脸上 maybe 20 yeah. 所以说本地人的生活是真的非常的辛苦，像我们外族人来到这儿很难适应。我这个助理也算是尽职尽责了。现在我们要回到海上，把上一集撒的渔网收回来。你敢相信吗？这就是浩瀚的太平洋，两个小时前还是陆地，现在成了一片汪洋。船夫找了半天，还好渔网没丢。一天的捕鱼结束了，我们返回城市。船夫一家人清点着属于他们的战利品，各种海鱼、鲶鱼、牡蛎、螃蟹，足足装满了五大袋子。但这些鱼货在本地只能卖到300RMB，而出一趟海的油费就需要500，他们赔钱了。不过没事儿，今天有我在。天空中下着雨，这个船就跟跳跳板一样上下上下，这种感觉太棒了。给它冻坏了，冻感冒了都。给我的队友冻坏了，这个就是今天的收获。这好像是清道夫吧，这玩意儿不能吃吧，鲶鱼。我就爱吃这玩意儿。走了，去你家 ，Go home。Go eat。Eat together。Yes。爷们要战斗，人生要战斗，燃烧了自己，点亮了江湖。